趁早，个样好易老噶。成日听人讲皮肤白嘅先会容易出斑，加上觉得生斑嘅话买奶茶咪得咯，所以成日都偷懒，忽略咗好多防晒嘅步骤。听讲去斑疗程好贵，闲闲地都40,000，又唔知 work 唔 work。之后我上网揾啦，揾到一个回头率好高嘅激光去斑疗程，可以用平靓正嚟形容。因为1888元就可以做10次，平均200元都唔使就可以做一次。我以前咧做传统去斑，做完之后会结焦，仲好痛添，冇得化妆，匿埋屋企冇得见人。但系呢个C6激光去斑疗程做嗰阵时只系吉吉地，一啲都唔痛。C6激光去斑疗程系利用1064激光穿透到皮肤真皮层，将全部黑色素细胞打散，变成粉尘咁幼细，再经新陈代谢排走，就系咁啲斑斑就冇晒噶啦。好想介绍啲个性价比好高嘅疗程，备受斑斑困扰嘅朋友仔，而家有得免费体验呢个C6激光去斑疗程。如果体验完中意嘅话，就可以用1888元买翻10次疗程噶啦。